爷，你醒了。元宝闻言立刻飞奔上前。爷，你终于醒了，太好了，小的差点被你吓死了。这几日本王未上朝，未出门，亲王府的下人轮流乔装着去药房抓药，想必皇上对本王起了疑心。帝王的疑心是最重的。爷，你放心养病吧，王府有庄先生在，皇上所有的试探都是徒劳无功的。若是论谋略，庄先生当然至高一筹，可是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庄先生毕竟不会武功。元宝，今日增派人手，加强王府的防备，必要时刻启动修罗殿。元宝的心情十分凝重起来，王爷的直觉一向敏锐，他既然都下令让他启动修罗殿组织了，那么就意味着皇上会用什么样的兵力，什么样的决心对付秦王府。元宝不敢懈怠丝毫，立刻去摆兵布阵去了。让禁闭室里的云夏猝不及防地染上了风寒，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伤寒感冒，昏迷不醒。如果秦王府平静一点，或许送饭的人就会及时发现王妃的不适。偏偏王府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袭击，